我八十几公斤了。嗯，我几公斤啊？你不是八十几公斤，你上次写错了啦，二十几啦，你写错了。不要再选错了。好，你先选一个颜色来。浅蓝。好，这是用浅蓝吗？好，我们三，三。好，我一样用一点立体感，好了。会画。好。好，来，你把它涂出一点，然后就可以在上面。不要涂出，你涂出了。我涂上，都给我吗？你负责写吗？对，我负责写。好。你上一次用什么啊？上一次。身量体重再写。身量体重吗？好。我才能写这里啊。好。我才能写爸爸变胖还是变瘦。好。那我们来量体重，八十几公斤。来量体重，八十几。写错了啦，上次写错了。八十几公斤，妈妈，我写我。彤彤，帮我把那个体重计拿。我先量哦，因为我也要写我先量。我可以写。我这只是单纯的量啊，不记录。你也可以记啊，看你的体重变化有没有。我要脱袜子比较那个。嗯，袜子就丢洗衣袋里。先脱袜子，这样比较。对啊，就一个一个的做好，同时做好一件事。我二十六哎。二十六了吗？二十六嘞。二十六，好。是因为晚上脸会比较重吗？还是因为刚吃了蛋糕？彤彤二十六。好。二十六哎。妈妈，你帮我。拿一下，好，彤彤刚刚量二十六公斤，然后换我，你帮我拿着，选报音称重，你会按哈？按报音称重。好，那我去，他写什么？大人先称重。大人先称重。等我一下哦。好。好，抱着宝宝称重。彤彤来，一二三，哎咻。爸爸几公斤？我65.7，对不对？65.75。6.4。东东六点四而已。对。哦，东东没有变重多少啊？对啊，变重100克。爸爸65.几？65.7。好。好，换我吗？东东哎，我还没变。东东6.4，是吗？东东6.4吗？好、啊，你不要做，我这边有记录，慢慢的做了。妈妈记。啊，来吧。等一下拍一张照，对。下方，可以抱你一下吗？爸爸，你又变瘦了。我又变瘦了。我一上次67，然后呢？你现在65哎。我日渐消瘦。对啊，因为爸爸的拉肚子啊。变瘦了。一天比一天瘦。我一天比一天瘦哎。你是一个月比一个月瘦吧？我也有瘦吧？有啊，妈妈也有瘦，大家都瘦了。没有，我胖了，多了0.05。哇，0.05没有差。东东没变多少。啊？那我嘞？我八十。上次抄错了。好，来来来，我来拍照。你先坐到妈妈的位置去。我先站到妈妈的位置。好边。我也要。嗯，我也要。妈妈弄完这边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我站的位置再做一个。
道。3、2、1。非常。我都没看镜头。刚刚小心小心，木马会不会太短了？很慌张的感觉，好雾，我还没对到焦，我调五秒太短了，调十秒了。看镜头，没有摸我调十秒了，五秒太短了。好，来喽来喽来喽。这样比较充裕了。哎、欸，怎么那么短啊？因为3秒而已。怎么这不是调十秒了吗？我觉得刚那张就很好了。真的吗？好，那就我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妈妈说刚那张就很好了。而且没有拿三呢、啊。哎、啊，都忘记拿三了，彤彤彤彤，你先拿三。我还没写好哎、欸。我也没有。那你先写，你先写。拖太久。你先写，忘记拿三了。好，你先写。橙是什么颜色？你明天不用上班了。橙是什么颜色？橙是什么颜色？橘色。橘色。已经问过了。嗯。没有，相机不用动，相机就在一样的位置啊。最好先拿下来，因为怎么在画画。我在那边顾着。你下面就不是那种那么。我在那边顾着。假刀刀，咻咻咻咻咻！哇，你不要拉我的头发，我好痛，我好痛哎、啊！好了吗？我们看看彤彤写什么。来，有点看不懂啊。东东快个，东东知道自己有手了。对，东东发现自己有手了。然后呢？东东快，东东快过什么？怎么？过。东东快要可以跟我玩了。哦，快要可以。快跟我玩，快跟我玩。东东快跟我玩，好。爸爸变瘦了，你下次可以用别的颜色，用黄这个荧光的看不太清楚。然后下面有记录体重，爸爸一个月比一个月瘦，第三个月了。好，我们赶快来拍合照吧。你写什么？爸，你变瘦了，他写爸。好。妈妈，你要写个惨吗？好。OK， 准备咯。我一样在香港池这边。对，我一样在放在旁边。怎么那么快？不是十秒吗？为什么它？你三秒而已。你不要一直重复一样的话，我会觉得很烦躁。3、2、3，最后一个轮。等一下，我调一下，不是那个正中间啊。3，没对焦，好雾。等我一下，我确定一下，我不是设十秒吗？怎么那么久啊？怎么那么短啊？怎么那么久啊？你不是觉得3秒很久？妈妈已经没有耐心。自拍模式5秒了，这个五秒。婴儿，他要锁定一个婴儿，哎，还要侦测到一个婴儿。好啦，东东，来，快点。怎么设不是3秒？我看有没有成功。看一下有没有成功。好，看有没有成功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。然后把东东放在那边，然后就这样放在他身上，再放在身上，对。东东的口水是流的满满。好，快带他去洗澡了，还是可以放在这上面啊，刚好可以当比例尺。他这三个月来，慢慢比这个沙发，慢慢比沙发大。开始是68公斤，然后变67公斤。然后你帮我放在这上面，对，他慢慢快要比这个沙发大了。他上次从这上面滚下来。旁边有人帮他一下了。啊，梯梯又掉了。本来，彤彤三个月喽。好，彤彤你去前面。啊，我们再往前面一点。嗯。彤彤，我不要看一下。那我先玩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彤彤你要在他的旁边啊。好，来，彤彤三个月喽，还有彤彤。讲脸，彤彤3个月喽。好，满3个月了。就这样结束啊！彤彤自己一个人一下来，彤彤看这边，彤彤，没关系，我转，彤彤满3个月了、慢慢快要超过这张沙发了，好，就这样，
我要顾着他。妈妈快去洗澡吧，一天比一天大。